晚上回来你要很高兴啊，因为我们丰收了，我们打了一满仓的鱼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富饶的这种生活多么美好啊，所以你要稍微激动一点，你不要唱晚上回来鱼满仓，也不用唱到鱼满仓嘛，你就唱晚上回，给我感觉是什么都没有打着啊，你这个声音出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打着，空空的啊，两手空空的回来了，白忙活一天，同学有这个同感没有？你这个声音如果出的不积极，你看啊，晚上回来啥也没打着，是的，两手空空的跑回来了，但是像老师这样去处理啊，你的语气跟上，晚上回来一满仓啊，哎呦，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改变，还是我唱的，还是简老师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一嗓子没有变呢，什么都没变，我就是把语气和力量有改变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技能。